说不见哈。吞下去。他就吞下去了，他要拔掉哦，这个他不是要拔掉，他只是摸摸而已，我去洗洗手。
是把水吞下去了吗？啊？不会吧？来，好好放在旁边就好。给你漱漱口哈，来，嘴巴打开，我给你刷洗洗脚呀，来，嘴巴打开，来，嘴巴打开。来，等一下。谢谢哈。来，马上给你擦鼻涕啊！不会有味道，好不好？嘴巴打开来，来铺一下，嘴巴打开。
来，嘴巴打开，来，哎，对对对，就这样，吐出来就好了，哈。有个味道，给你洗干净，好不好？来，用鼻涕再擦擦，鼻涕。没关系啊，因为我们在地下的理发店。